我要玩郭怀，大家一起咳。郭淮应该直接从汉中之政开始吧。郭淮，字伯季，对魏国忠心不二的将领，体弱多病，经常咳嗽，时值三国鼎立的时代，他随夏侯渊一起负责防守汉中。很好很好。哎呀，夏侯，郭淮看到夏侯渊怎么死了？夏侯渊将军，哦，啊，夏侯渊大人的兄，啊，我郭伯季。哎，好，该有的都有。一开场直接39等，不错不错。最重要的就是你先换。有先换马蹄，他一切都用马吗？嘿嘿，期待您的再次光临。感谢惠顾。先买马。好东西应有尽有。哎 ，DLC 谁的啦？哎，这样衣服到底跟谁的？感谢您的光临。您要吃点什么呢？欢迎您再次光临。来，买买买！好东西应有尽有。直接买最强的。这要留一些。就不用留这么多。这可以换，好，一级耶，这个换起来。还有什么呢？提升攻速，好，这个。火焰。火焰跟冰哦，一笔钱是不能换的，要留。感谢您的光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这都可以改，赞赞赞。看一下，还有一等。感谢回。上级的追。这样就直接满了。地图还是需要，好，再来是这个，
小心点点。嘿，这是反击。OK OK， 攻击加到，之后加攻，好，哈，瞬移喽。刘备终于无论如啊，哎呀儿子，哎呀那种事，他现在到底想这么多大话，等下就死掉了。随便一个赶走刘备等人吧，走，一定要守住汉中这里。楚军的士气非常高，夏侯渊将军，这边有个任务，我们要小心行事啊！人要隐形了哦，应打击敌人的痛处。对啊，目标在那里，上啊！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在那里，上啊！赵云和法阵。哎，在下面，好，等下接。汉中是刘备大人镇治中原的要地，就请你们快点交出这里吧。对于魏国而言，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就算要拼上性命，也要守住。也要守住。我不会倒下。哎，瞬移回去。哼，家伙要来了。报告，用于防御的陆寨出现破损。喂，那种东西要处理妥当啊。没办法，还是答应我亲自修整吧。来了。法相直较量，做好准备，不放马过来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。嘿，就在那里，上啊！不装，我不会倒下。为什么敌军大将会出现在这里？虽然原因不明，但只要击倒他，就能立下大功了。喂，大爷，我正在修理地貌墓呢，谁来帮忙击退周围的敌？怪的子，竟然在夺取汉中之际失败，真是没用。我记住你了。下次一定会让你加倍奉还。哦，那些家伙终于放弃了，我们赢了。各位辛苦了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在那里，上啊！那体育攻击是这样子的，活下来真好。糟糕，不还，你居然这么拼命啊！好，这就是所谓的所向披靡吧？不会倒下！不会倒下！
到一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自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我不会倒下，不会倒下。嘿，呀呀，我不会倒下。开始很不会倒下。燕人张飞之子张苞来做你们的对手。抱歉，天道山由我们接管了。不不不不，不要胡言，真的一定会守住这里。摧毁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不会倒下，我不会倒下，不会倒下。他这样子跑，我有点不看。我不会倒下，不会倒下，我不会倒下。我不会倒下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。看来无法完成托付给我的任务。一将，你被我击败。一向就是个金包，再接再厉啊！不会倒下，不会倒下，不会倒下！摧毁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！爆炸了！我还是爆他太低了。一将，你被我击败。吴华，你居然这么拼命啊！啊，这就是所谓的所向披靡吧？不会倒下！真是果断的战斗英姿，不辱师，本羡慕你拥有如此的力量。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这跟曹操的一模一样，不得超越。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马超，我不会再放跑你。什么？起身前来突击，不会倒下，将其包围，彻底击溃。现在只能撤退了，一定会遭到父亲的责骂呀。好，总算护住了天荡山，没有在父亲面前丢脸。想来真好，太厉害了，这让人大开眼界呀、啊！想到我可听我的台词，赌上性命，冲啊冲啊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！冲啊！强啊！快倒下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！快倒下！冲啊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！我不会倒下！急撤退吧！但是，这里一定会重新崛起！飞车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！怎么上性命？冲啊！余将，你被我击败。插叙之战。
来的瞬移吧，来不及了。孤环，你居然这么拼命啊！这就是所谓的所向披靡吧？我不会倒下！他们要。虽然这么多危机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不会倒下，看来我撑不下去了。因此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发疲惫了。小人死了，王毅死了，有够瞎呀！马超，我早晚要亲手将你。这一开始就失败了，郭淮也真厉害。直接被判输欸。能活下来真好。两条血。所向披靡吧。哦，小心了！王爷太弱了。快倒下！真不计可施了。真是果断的战斗英姿。我不会倒下！很幸运你拥有如此的力量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嘿，且撤退吧。但是我不会倒下，正义一定会重新崛起。好了吧，这次 OK 了吧？虽然完成了任务，但是错失了最想要的东西。能活下来真好。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。还有上一场有站那个银狐，原本又要跑很远。这种粗暴的战斗方法实在不雅，至少让我来帮你美丽的离开人世吧。快倒下！不会倒下！我不会倒下！回去另谋对策吧。一将，你被我击败。暴击状态，多么壮丽的战斗！八，九，八，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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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的，我除了性命，敌的攻防对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我不会倒下，不少性命，冲啊！我准备攻击，没射到。强，不会倒下。不会倒下。我不会倒下。我不会倒下。对，我不会倒下。我倒下。一将，你被我击败，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呀！简直受不了！撤退，撤退，回去喝酒。活下来真好。哦，真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英姿啊！快过来啊！你们已经深陷于我的陷阱之中。你就故弄玄虚吧，不管是法术还是策略，都不是我的对手。我放电了，面对我的神机妙算，阁下只会无能为力。时机已经成熟，古战车部队现在我开始进军。猎鹰大人发出信号了，古战车部队开始进军。对，哇！可恶，我是怎么回事？完全中计了。对，我点下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真的，我抓性命！你们太大意了。国兵部队，就是现在！三，总算轮到我出战了。好，我在这里大闹一场吧。
是突袭吗？哼，就能从正面来一决胜负吗？不会倒下！嘿，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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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傻眼了。木桶、乌兰、廖化，哎，杨怡在哪里？差不多了，援兵部队一起放箭。杨毅，好，诸葛亮先生发来信号了，一起用箭雨去招待敌军吧。可恶，不要慌，不会倒下，慌乱只会正中敌人下怀。嘿，要化，一架，你被我击败，都活下来真好，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呀！还没，郭淮，你居然这么拼命啊！啊，这就是所谓的所向披靡吧？要，不想。我不会倒下，我不会倒下。家了，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什么？已经如此接近了，大家一起击退魏军吧！不会倒下！化特！炸！我不会倒下！局势虽然不利，但是我会用智谋扭转。呀！呀！要崩坏。
好恐怖哦，这一关。这会敌人吗？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！我会倒下。哎，跑掉了。你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。咦，哪里？好困。顺便来这边捡个哨，这下可以暂时放心了。报告，定军山的大本营遭受敌袭，敌将似乎是黄忠。什么？你个老爷子有两下子，就由我来出战。儿子，这里交给你了。父亲，等一下！所以可能要玩近的才看得到硝烟死亡。夏侯渊，受死吧！敌军来袭！哎呀，这老头精神矍铄的过头了吧？好吧，我发善心，直接送你上西天吧。小子，没辙了，老头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嗯，魏将夏侯渊，死于黄汉升神功之下。哦，死掉了！被夏侯渊那边射了一堆箭。急报，夏侯渊将军，父亲。对，玩张合应该也可以遇到。失去将军，不如暂时撤退。好了。可以被改位置。可恶。所以还要再打一次，同样的东西要再打一次。别闹了，第
二场跟第一场几乎差不多哎。我照刚刚曹操军的打法的话，没想到夏侯渊大人竟会战死。我这边一模一样，只是多了一个锅。这刘渊帝，哎呀，夏我的司马懿。哇靠，腰一模一样，这是干什么？关卡设计有问题。定军山布阵，一定要杀得他片甲不留，夺回汉中。哈哈，此次主公也很紧张啊，虽然状况完全不同，但我不由想起了宛城一战。那我直接挑等级高的过就好了。因为大家的支持和引导，我才走到了今天。我一定会坚守心中的大志，不会倒下。好麻烦，就是等一下准备还是不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此处禁止通行，就让我和虎战车来对付你吧。谁会输给你呀？这是第一次挑战老虎了。竟然完全无惧于我的虎战车，我要回去仔细想想如何强化。让其他的再出啊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能活下来真好，漂亮，真是厉害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真的活出了性命。请不会倒下，想再向前一步，我赵子龙来会会你们。五国名将到了，是不错的。王文丽，前来讨教。看多方的本事了，打一场吧。真是精彩的战斗，暂且撤退。我要把碍眼的地方全都铲平，都近着点，跟我来。哇，能活下来真好。服，这便是武艺的精髓。啊，谢。从打完打伤杯，我就去打伤杯。退！不会倒下！战场变得越来越嘈杂了。差不多了，老夫要撤退了。站住，矿中对付杀父仇人，绝不会放过他。快倒下。丰富的经验也无法压制敌人，真是遗憾。废话，如果没有你，现在的我已经……真是太感谢了。所以对于
这个。完成了任务。孤环，你居然这么拼命啊！啊，这就是所谓的所向披靡吧？没有问题。呀！哈！我不会倒下。停下！这个地方看来会有战斗，在这里加强守备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为了大哥的天下，一定要取下汉中。你们快点给我回去吧，就算拼上性命让出这里。先走天地。快倒下！打击敌人的痛处，表现那里上了，不会倒下。下一个，手劲还没下去，下一次我一定要把你打垮，就不会倒下。开始挥用，挥反腰。目标已经确定，让敌人的阵脚化解其动静。英勇无比啊！应该，哎，这边两只，算了，不打了，直接结束这一回合。得汉中，为了百姓和将士们，我绝不会撤退。上性命，冲啊！坚强，不会倒下。好，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竟然被赶出高祖的封地，但是。他没有终结。他就说关你的。包括你会有破坏。完全被关羽军包围。好了。到此为止都与我的规划一致。既然如此，不必再纠缠汉中。原来如此啊。暗中为饵，引诱关羽，不愧是曹操大人。那这一章应该就这样结束了。那曹操这边结束就死掉了。汉中，曹仁，你在动。此战，